充满活力的么么 mini 影视儿童节与大小朋友见面喽！现场有优质的国内外儿童节目放映及露天电影院，还有许多好玩有趣的节目内容体验。大树哥哥、樱花姐姐也会和大家一起唱唱跳跳看电影。4月28号到30号，一起到松山文创园区5号仓库度过充满欢乐和知识的时光。活动详情请上某某亲子台官网或富邦文教基金会官网查询。